家好，我是来自新加坡的何俊熙。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主办的世界华乐大赛2024中荣获业余少年组金奖，演奏乐器是古筝。我学古筝已有两年半了，我特别感谢朱玉南老师荣幸的指导，我会再接再厉，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演奏，谢谢。我是何俊熙，来自新加坡。今天是2024年3月27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华乐大赛演奏，演奏乐器古筝，组别业余少年组，曲目彝族舞曲。Thank you.
Thank you.